哦，一个你听，如何我都要付钱的嘛。哎，先敬哥哥一下，我忘了送，还先敬我一下呢。后来才离开的，所以我才拿钱回，唔免讲价啦。我知呀，行情了，我离开啦，好个大感谢。安尼啦，习惯了。艾哲问在交通警察，除了考试合格以外，爱给了16的黄金，再当这交通警察，就是安尼，肥切的东西，像咱台湾炸鸡安尼啦，台湾炸鸡无安尼吗？嘛是有啦，对不对？叫肥切的这个工作安尼有诶无诶，嘛是爱起义，起义乌死。这也同样，只不过阮只。